乎都和位移射手有关系。对，啊，除了一个鲁班嘛，是单射。哎，对。啊，接着选择进篮区，中锋一个人在往前顶着，什么橘右军也可能沉下来，配合大招把球给吸起来，这个聚合再进到凯，下面夏侯惇交了一个一闪，直接拍凯倒了，叠进了黄牌，进到夏侯惇的身上，夏侯惇有这个被动还能回血撑时间，二技能定到了一个减速，导致了刚才一实在无法走到这个狄仁杰。侧面的关羽有自己的疾跑，赶紧沈梦溪叫闪现，避免被关羽劈到。是的，那这波团战 XYG 打了一个一换二，而且关羽成功的往下路包了一波之后，但是没有太多，就是他其实晚来了，已经没有太多的节奏。是，虽说刚才橘右京传下来的时候状态不太好，但因为凯的关键技能都交掉了，所以让橘右京在打伤害的同时用大招把血吸起来，然后帮队伍去补了前置伤害。是的，我们刚才在复盘的时候 XYG 也成功入侵到了对面的野区，把肉凯的这波蓝给入侵成功了。哇，村上香刚也是换线来到上路打关羽这条线。村上香在五分钟之内拿到蓝吧，那他这个时候对线就太舒服了，加上声音听不到。现在沈梦溪负责把劣势线清掉，其他人围着孙尚香一推塔，好了吧 ？XYG 的都调好了啊，已经奠定起来了。但我们看到滔博也是在跟你换节奏，他利用自己射斧的强度把对面的塔换掉。现在是我们经济稍微领先一点，好吧？龙抢到了夏夜这边，对，因为橘右京他现在已经到达十级了，十级惩级的话。1617点的一个伤害量了。看中路框到了两个人，是来肉凯再开大招，一技能再往前拍一下，而侧面看就已经找到狄仁杰的位置了。小鹏没直接好不好，这一手直接单切，等这个究竟扛塔再交没有问题，刚才这个操作。但这一波是属于找到机会了呀，个人节奏把对面的射手打了一个小吊点之后，中路右边画面不全是吧，是中线现在已经到塔下了，泰森负责去赶，侧面的橘右京也进行包抄，中线互助，一塔被 XYG 给拿下。而且这个时间刚好又是对面蓝 buff 刷新的时间，整体的节奏 XYG 掌握的还是很紧凑的。是蓝区接着进，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长沙滔博没有办法威胁到孙尚香的环境，没有人劈得到他。哎，就这样嘛，兄弟们凑合凑合，包括野区一直在往前压，就代表着你关羽没办法绕进去。是的，也是因为自己长沙滔博的中医塔被破得太早了，而 XYG 的中医塔血量非常健康，所以不能给到关羽去绕过红蓝 buff 做一个很好绕后卫的可能。对，现在这个阵容对面是双边冲，我们这边是真香，好吧，边带做好，所以 XYG 画质调最高了，就只能这样了，好吧？去补伤害都能让滔博目前的阵容很难受。对，而且经济差在六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拉。我嘴还痛吗？我嘴早都不痛了呀。准备接着就要往野区打了，他们的想法是把凯的状态打掉，然后呢，所有人把野区视野一占，然后再把边塔一推，就是赶人推下。嗯。不要露视野，不要露视野。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非常好的一个六边形战士阵容嘛，坦边加上野核，然后又是孙尚香。昨天还跟梦聊了一下，一个中期能够压血线的英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比赛到底是围绕着这两个双 C 开始压什么东西，很恐怖。这颗雷把狄仁杰打到，然后他跟我说了很多很高端的东西。这里没有人能守的，夏尔塔直接没了。林梦。那这时候一星虽然说交了一个棋盘，我说你中路是什么视角，好吧，当我问出这个事，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吧，林梦就给我讲了一下，很细节啊，回拉的一手复活又粘住两个，还在粘，还在粘，还在炸，马上反跳正统闪现两枪，可以连环事故三的播报，应该是连着三次的一技能都炸到了。对，就是连续三次一技能嘛。对，那这样的话在八分钟的时间打了对面一个零换二之后的兵线也已经赶过来了，我觉得 XYG 在优势时候处理哇可以，永远会让一个人在那，这样的话就再往前面挤了啊。现在中路二塔也能够被 XYG 给顺利的点掉，
其实从目前的局势来讲，已经进入到一种哎，舔到了，直接两枪，哇哇，拉扯，真的就和指向性一般，好准，特别准。那这样的话，在对面能够卡位置的，玩的好呀。阵亡之后，上路的二塔也顺势被平推了。哦，现在才8分44秒，长沙滔博只剩三座高地。在太乙真人手里还有冷静冷静，现在哇，直接舔进去炸了两下，一手复活把自己抬起来，可以转了一手仇恨，还行。还行，凯进来了，防御塔只差一下，点掉了，往里面挤，又倒了一个，可以马腿断了，马腿断了，这不就一波了吗？小拉扯，风筝一下，什么一剑，又是一枪，舔到人了，又炸了一手，快点往里面挤啊！一技能，最后一炮，哎呦，快点，好好好，好好好。XYG 10分钟不到就终结了这一场比赛。